我妈来了。嗯，妈，哎呀，你就是我儿媳妇宁穗呀。您怎么来了呀？让妈好好瞧瞧你。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呀？哦，我妈一直怀疑我是假结婚。那怎么办？演一场戏吧。别动。妈，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哎呦，你们小年轻多少也要节制节制的，可别累坏了我儿媳妇儿。古深，你快看，我有点怕。有什么可怕的呀？那应该是我妈。就是因为是你妈才要怕的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馊主意的？这不没办法吗？都是被逼的。我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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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方法太疼了。方法不对，咱得换个方法。不行不行，古神，这太累了，咱们还是换个方法吧。再坚持一下，待会我妈就睡了。差点清白就没了。啊，古神，仿佛都在预言，也许你就是我的明天。我在你身边，你在我心间，这样的感觉。这么多毛我怎么收拾啊？顾深，你不会真有强迫症吧？我真的有强迫症。感谢我吧，你妈以后都不会再怀疑我们了。老顾，哎，你最近赶紧给儿子买点补肾的药啊！哎呀，他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啊？嗯。